没有眼睛啊。哦，爸爸才有，对不对？那你过年来看书，妈妈给你指给你看，好不好？恐龙在哪里？哦，好棒啊，答对了，那是恐龙。好，那是衣服，是不是？哪个是兔子啊？你告诉妈妈。哦，那个是兔子啊，好棒哦。哦，那个是狮子，对不对？哎，狮子，哪一个是海绵宝宝？海绵宝宝，哦，那是海绵宝宝，好棒哦！眼睛在哪里？那嘴巴，你看你嘴巴碰都磕到了，哦，在那里磕的，对不对啊？在那里磕的，哦，毛毛知道了，在那里磕的，哦，从那里摔下去啊，哦，好棒啊你，哦，那海绵宝宝，那他的牙齿对不对？你看你牙齿都，哎呀，你看你牙齿，哦哟，你看你磕掉一半哦。哦，那海绵宝宝，他的好朋友是不是啊？韩立国，你的巧虎呢？哦，在这里哦，在这里啊，哦哟，哼哼，好抱抱啊，抱抱啊，你果，你果抱抱巧虎，哼哼，啊，你果最好的好朋友就是巧虎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果最喜欢的玩具也是巧虎，哦，你要跟他亲亲哦，啊，妈妈帮你收着好不好？妈妈帮你收着，哟，小可爱，呵呵，还会托腮呢，呵呵呵呵。你怎么这么可爱？你去看你的那个呀？你要怎样啊？你要怎样？啊？你要怎样？怎样？你要妈妈给你讲恐龙吗？好，那你把你的恐龙拿过来。拿你的小狮子也好，拿你的小狮子。那小兔子啊？你要看小兔子啊？小兔子啊！哎呀，你眼睛怎么啦？小心啊，不要撞到了。哦，那个是狒狒，是不是？哦，那企鹅。哦，那是羚羊。哦，羚羊有两个角，对不对啊？哦，中间那个是啥？北极熊，对不对？哦，企鹅。那企鹅怎么讲的嘞？小企鹅。啊，企鹅。啊。小企鹅真好看，走起来摇又摆，对不对啊？哦，恐龙，是不是？安建国喜欢看恐龙，对不对？好，妈妈帮你翻开，好不好？妈妈帮你翻开。噔噔噔噔噔，哎呀，你看，这是什么啊？五角龙，还有剑龙，对不对？你看它身上长满了刺儿，是不是啊？像剑一样。哦，阿牛哥可喜欢看恐龙嘞。嘿嘿嘿，阿牛果，你的耳朵呢？哦，在那里哦，好棒啊！你的眼睛啊，鼻子嘞，哦，嘴巴嘞，好棒啊，100分，安妮果，哦，做螃蟹，100分，安妮果，你的寿秒现在还会不会做？哎呦，好厉害哦，都还记得。
你咋发呆了？哦，哇塞哇塞了，想睡觉了。哎呦哎呦，你要有静思吗？你要上来啊？你要爬到床上来啊？哼哼，你狗啊，呜呜呜呜呜，哼哼，哎，不要不要掉下，表演啦！你往这边来，不要掉下去哦。你就在下面表演嘛，好不好？来，妈妈扶你下来，来，妈妈扶你下来。哎呀呵，哎呀呵，我的小乖乖，好，妞果你表演吧，你跳你的妞妞舞，好不好？跳妞妞舞，呦，表演了，开始表演了，开始你的表演了。生气了，你表演生气了，你表演生气了，哦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，嘎嘎嘎！安妮果，你的哆啦 A 梦嘞？在哪里？你去拿。去拿你的哆啦 A 梦哦！你自己拿嘛！大力气啊，重不重？重不重？妈妈给你拿着嘞，妈妈给你拿着，妈妈给你拿着，哼，你咋老提他的胡须哦？你就喜欢抓他的胡须，对不对？好大的力气哦，好大的力气哦！安妮果，你怎么这么大力气？哦哦，好，放下来了，放下来了。哎呀，好，换你的巧虎，你还是抱你的巧虎比较轻松了。这个太大太重了，知道吧？哦，给妈妈帮你拿这个，好不好？妈妈帮你拿这个。好，你去拿你巧虎。安妮果最喜欢的玩具小巧虎，对不对？难道你想啊？你拍拍它，哦，拍拍它睡觉觉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往里放一下，往里放一下，等一下掉下来了啦。安妮果就喜欢拽它的胡须，是不是？妈妈帮你拿着来，这个太重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太重了，妈妈帮你拿。好，放那边。好，放那边。哦呦，好大的力气啊！你以前都拿不动的，现在一只手都可以把它提动了。看你滑。哦，做螃蟹，做螃蟹，嘿嘿嘿。你怎么把它丢掉了？我看，哦呦，你好大的力气哦！妈妈给你捡起来。哎呀哈！哎，放到那边，它这边会掉下来的。你咋把它丢掉了？你咋把它丢掉了嘛？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嘿嘿嘿嘿嘿！
你要下来啊！哎呦，小心小心！哦。